哎，您就是那个，国华队长吗？啊，是我。哦，快坐。你是那个李扣扣是吧？哦，是 QQ。 快，差不多，反正请坐。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不用，我妈都跟我说了。啊，说你是开广告公司的是吧？对对对。啊，还是自由撰稿人，平时写点什么侦探小说什么的。自由撰稿人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胡写八道是吧？啊，也不是。哎，服务员，来杯茶。 好，谢谢。我自己来吧。等一下，一定要擦一擦再喝，有细菌的啊。我没那么讲究。我知道我比你小几岁，但是我特别崇拜警察。如果以后我们要好了的话，一旦有什么危险。 你可要保护我啊！追我呀你！慢着！你呀，别光看我们警察风光的一面，也有很危险的时候。有时候面对很多特别恶心的事儿，哎。 你比如说啊，前天啊，我们就在北京近郊挖出了一具女尸，无头女尸，是吧？哎，高度腐烂，那个尸体啊，有都跟那个豆腐脑似的，哎，肠子肚子全出来，绿色的，而且屎也长。我先去趟洗手间啊，你去。小贝，来拍一下这。 捂鼻子干嘛呀？往前来。嘿，我说，就你还叫小贝呢？你别给贝哥汉姆丢人了，你。王队，我是大力啊。大力，你们在哪儿？我们现在正在现场勘查。好的，你们继续勘查，我一会儿到。是。陆鹏，你们在哪儿呢？我妈逼着我来相亲，没办法。 你们在哪儿？乱石滩。好，我知道了。小姐，这单那男的买啊。哎，国队来了。啊，怎么个情况？现在正在勘查。国队，你不是相亲去了？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赫赫有名的千手观音像。这尊千手观音像诞生于北魏，它的年代甚至早于著名的云冈石窟。这尊千手观音像不仅使我国佛教研究有了飞跃性的突破，而且无论从它的纯金造型、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都是我国古代艺术的高峰，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 真难以相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是典型的毁尸灭迹。很显然，是一起他杀。这个凶手啊，十分老练，他不仅卸去了车牌，还毁掉了发动机的车号。而像这样的普桑在我市就有成千上万，加上作案人毁灭了尸体。 也破坏了其他的破案线索。
使这个案子呀，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无头案。现在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还不能真正确认死者的原因，以及他的真实身份。即使我们知道了各分局报上来的失踪人员的名单，可是我们呢，也无法进行对比和确认。国华，你看呢？你也说说。出租汽车公司有没有调查过？这一点啊，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不仅对本市的出租汽车公司，连所有的单位的车辆啊，我们都进行了调查，都没有发现失踪车辆的记录。所以呢，要想破这个案子，我想难度很大。但正是由于这个案子作案手段十分的凶残，影响啊又特别的恶劣，所以我们呀，才不得不啃这块硬骨头。所以我认为啊，下一步我们是，第一呢，要加强和各个省市的兄弟单位啊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就是对本市的出租车司机和本市的私有车辆进行大力的排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双管齐下。郭队，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郭队，你觉得王队今天分析案情分析的怎么样？讲的挺对的。对吗？线索少，难度大。其实我有的时候挺佩服王队，敢于请缨，勇气可嘉呀。哎，郭队，咱们是先吃饭还是先送你回家？回家。喂。王华。啊，局长，您说。你赶快回来。啊。你和陆鹏一块儿回来。好。有紧急任务。好，我明白。我们马上回去。走，前面掉头。这国宝怎么成了赝品了呢？我一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就要专家给鉴定了一下，他们说这是假的，是赝品，那个真的不见了。这杜斌先生曾经参与过嵌入官员的年代考证，今天我们自己的专家又再一次对他进行了鉴定，十分遗憾，确实是赝品。哎，那气窗平时都开着吗？下班后会关上的。国华，部里下了死命令了，要求国际佛教协会离京之前必须追回嵌入官印。我们目前可以初步认定，盗窃嵌入官印案的是一群掌握着高科技的犯罪分子所为。很明显，犯罪分子是事先潜入了博物馆的总监控室，安置了视频转换器，所以这样博物馆的监视器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他们预先录制好的画面所代替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博物馆里到底有没有人，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永远是空无一人的场景。正因为如此，千手观音被调包迟迟才没有被发现，而且具体案发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我想知道的是，犯罪嫌疑人是怎么进入控制室的？要知道，那可是存放国宝的地方，可不像一般饭馆那样好进好出啊。是，你说的没错，这正是我跟陆鹏对博物馆进行第二次勘察后的收获之一。事实上，总监控室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根据我们暗中的查访发现啊，那里的工作人员有时候，比如说上厕所呀，或者是出现房门虚掩的现象，这更不要说犯罪嫌疑人使用调虎离山之计了。犯罪嫌疑人用视频转换的方式瞒过了监控室，接下来就该是真刀真枪了。我们都知道博物馆安装了红外线报警系统，而这套系统对于外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屏障，但是对于犯罪团伙来说，非法的买到红外线透视镜，使得报警系统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那么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路径问题。
怎么样进入博物馆大厅。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发现，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气窗。犯罪分子白天可以很巧妙地化妆成游客，轻易地就溜进了博物馆，在不被人发觉的时候呢，拔掉气窗的插销。根据我们的勘查发现，有一个气窗有明显的绳索勾勒过的痕迹，而且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个掌印。由于犯罪嫌疑人戴着手套，所以我们没有取到指纹，但是我们找到了他的一根头发。综上所述啊，所以我们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基本特征。此人身材不高，1.70米以下，但上肢非常灵活而且有力。根据他头发化验出来的血型是 B 型。我认为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掌纹，我们判断出了他的一个最大的生理特征，那就是他的右手的小拇指比常人弯曲。好，我建议从现在开始对全市所有的嫌疑人进行彻底排查。哎，我拍的多好。嗯，真棒。爷爷呢？哎呦，你这孩子别瞎扔扔菜上，来，妈教你跨球啊。行，一跨。哎，谁啊？来，哦，陆鹏啊。哎呦，来，出什么事了？你手机落了。哎呦，谢谢谢谢，我是不是落会议室了？啊。哎，正赶上吃饭，一起吃吧。嗯，不行。行了，跟我客气什么呀？妈，陆鹏来了。陆鹏来了。哎妈。哎，坐这儿吃饭。哎，坐坐坐。做什么好吃的呢？是你爱吃的。今天您开会的时候可真够帅的。你说这盘查到最后会有戏吗？您觉得没希望是吗？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接着。哎呦，嘟嘟，你干什么呀？别跟着我们这儿捣乱，来来，洗手来啊，准备吃饭。那您说，咱们不管怎么着，咱们也得干吧？有没有枣，咱们也得打两杆子吧？哎呀，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不会那么走运的啊。我觉得呀，干咱们警察这行真是太累了，每天就知道抓人办案。我现在看见别人休息，我现在羡慕死了我。哎，对了，你那文物走私案查的怎么样？好了，已经快结了。来了，妈。一般姓李，叫李一平，正压着呢。来了，哎，来了，妈，我来吧，您别忙了啊。陆鹏啊，哎，这是你爱吃的烧茄子。我真有口福。大妈，我每次来您都这样，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真是景绵于水情啊。嚯，鱼水情吧，你就妈坐。哎，坐。哎，别客气啊，随便吃。哎，大妈，我以可乐代酒敬您一杯。还敬一杯。大妈，哎，我老来这儿蹭饭，您不烦呀？还烦？哼，我还怕你不来呢。你说你来了给我们增加多少顿。嘟嘟，别老浪费水了啊，快出来吃饭。等会儿。哎，陆爸，那对象怎么样啊？瞧您说呢，谁愿意跟咱们刑警交朋友啊？我跟你说，你可别跟他学。我说呀，你再找一个就不听。您怎么又来了啊？什么又来了？你这你说让当着我看你说现在大妈大妈，您别老当着我的面说我们领导，您让我这没法在这待了。领导，他再领导，他也是我生的。是，姥姥生什么了？生什么了？姥姥生什么了？哟，请客呢？请客？这是我打赌输的。哟，谁打赌输了？你这不是为六云同学发的福利吗？谁输的？陆鹏，过来。我让你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真被你言中了。我把跟文物有关的部门像过筛子一样筛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拖走啊！留着他干什么呀？拖走，拖走！王队这两天可够凑合的，乱石滩的那个案子没什么进展，拿人交警队人撒火呢。不对，您猜的真准，这车还真没被他们拖走。是我没让他们拖走。再好好看看啊。
哎，你们两个过来看看。你们觉得这个车上的泥跟这地的泥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陆鹏，采集样本。好。这两个案子之间有着那么多的联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两案并立案审查呢？可以。不对，化验结果出来了，汽车尾部的泥点和博物院门口工地的泥点是完全吻合的。现场您看。好啊，我非常赞同国华提出的两案并一案的想法，而且他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不管两个案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如果分兵出击，不如集中兵力，充分发挥优势，拓宽视野。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咱们就很难掌握牵扯关系事件的最主要的矛盾。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好了，还是国华挂帅。在国际佛教协会离境之前，我们必须侦破此案。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散会。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方向还是没有错的。在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之前，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死者的身份入手。可是这个死者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尸体也已经被火化了，再想重新找点蛛丝马迹也不太可能了。哎，怎么了？发现什么了？这种鞋是我市红星鞋厂在80年代中期生产的，后来因为款式难看，很快就停止生产了。但是只有穿过这种鞋的人知道，这个鞋不但透气耐磨，而且穿起来很舒服。坐坐坐。你们是找我们厂长的吧？早就该把他抓起来了，原来挺好的一厂子，现在给弄倒闭了，钱都发不出来。看了吗？没钱发就发我们鞋了。师傅，问您一下，你们厂里有失踪的人吗？不好说，现在都各顾各了。哦，师傅，你们厂有没有个工人右手的小拇指是弯的，像这样？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韩彪。来来来来来，看看啊。行，就是这里。哎，好。这孩子呀，爹娘死得早，平常也傲着呢。我在厂里也算个元老了，我就没看他跟谁好过。可听说在外边跟人混得不错。哎，那您知道他经常跟什么人接触吗？不知道。哎呀，精彩！回来了。哎，真是太精彩了！您看，这个韩彪的血型啊，居然是 B 型，和我们在博物馆发现的这根毛发血型居然完全一致。这是从韩彪家找到的相册。哎呀，这下倒好，双案合一，我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哎，可是啊，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凉拌。怎么了？这个人我怎么这么眼熟啊？这是李一平。什么李一平啊？没错，是我跟大力我们上次办的那个文物走私案的主犯。李一平？不对，不对。国队，马上去看守所，提审这个。这个人，李一平，到，走。
走啊。交代的都交代完了，至于以后是个什么结果，我等着。什么该交代不由你来决定，你的案情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问你，认识韩彪吗？不认识。真的不认识？真的不认识。好吧，我承认，就算认识吧。那你刚才干嘛不交代啊？我和他唯一的关系就仅仅是认识，我们吃过饭，拍过照，其他别的我没有任何联系，我对他并不了解，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作为一个嫌疑犯，是这个心态，你们会理解吗？李一平，我告诉你，给我老实点。说去。我要不是穿上这身警服，我非得抽他。你呀，太让我失望。你的这种态度太粗暴。我跟你讲，你这种方法对于有些犯罪嫌疑人来说可能起到震慑作用，可是对于他这种人呢，根本不起作用，恰恰适得其反。我比你更了解他。那您比我更了解李一平，您为什么不去审他呢？他不叫李一平，姓何，叫何永生。何队长，咱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你认错人了，我叫李一平。你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但我知道你认识我。可是我没有想到，咱们在这种地方见面。我更没想到，故人相见，却不相认。本来就不是什么故人。谈什么相认呢？好啊，那让咱们重新开始认识吧。我跟你能不能像陌生人一样聊聊天？我从不跟警察聊天。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死者韩彪就是千手观音的盗窃者。韩彪得手之后，不是被杀人灭口，就是被杀人截获。从桑塔纳背后的泥点看来，千手观音被盗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个星期的阴雨天。你们觉得这个车上的泥跟这地的泥一样吗？而这个时间呢，距离报案时间非常之近，所以我想千手观音很可能还没有流入到外市。所以局长，我建议我们把本市通往外界的所有渠道都要严密监视。好，我同意。今天部里又来了电话，催问千手观音事件的进展情况，这担子很重啊。国华，你们那边查的怎么样了？难道这个韩彪真的就这么天马行空，一个与他有关的人都找不到了吗？局长，找是找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何队长，今天找你过来，虽然在这儿，但是我们不是审讯，可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聊天。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我说过，我不姓何。好，姓李是吧？叫李一平，总行了吧？李一平。博物馆的千手观音被盗，我想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不知道。再说这与我无关。是，你可以说这事儿与你无关。我不是说过吗？是请你来帮忙的。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盗窃千手观音的直接作案人叫韩彪，而这个韩彪现在已经死了。人都会有一死的。再说这个韩彪和我充其量就是一般的朋友，像我现在这种身份，我能帮你什么忙？那我请求你以从前的身份呢？我再说一遍，你认错人了。你真让我失望，我比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还要失望。也许我从一开始就认错人了，你这么煞费苦心的更名改姓，简直让我看不到一点那个敢做敢当何永生队长的影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软蛋懦夫，可以走了。坐下，让他走。我知道韩彪他有个女人。江小山吧，对呀、啊，我不是来讨债的，我是韩彪的朋友。韩彪的朋友啊，你快告诉我他到哪儿去了啊？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韩彪他不经常回来啊？什么叫不经常回来啊？我都两个月没见到他人了，还说这个月十五号之前还我的债呢。都25号了，连个人影都不见。我来呀、啊，只是想问问，我以前放在他那儿一样东西。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他放哪儿了？什么东西啊？什么样的？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一盒子，大概20-30公分高吧。没见过，他那些破东西啊，都在那破柜子里呢，自己翻去吧。哼，我看那破柜子里也没什么东西，还整天锁得紧紧的，怕谁偷似的。情况怎么样？哎，这是从韩彪衣服里边找出来的。14号凌晨2点，这正是千手观音失窃的时间。这个电话号码我也查了，这是黄海商贸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陈广林公司的电话。这个公司和东南亚的一些小公司有着橡胶的商务来往，他还有两个股东，一个股东叫李宏伟，另一个股东叫姚聚德。韩彪很明显是被谋杀的，而千手观音又下落不明。在案发前，韩彪又和姚聚德曾经通过电话，很明显很有可能指使杀害韩彪的人就是姚聚德。
这样帮你吧，啊？我希望你没罪。如果有罪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立功赎罪。我还没有定罪呢，我何罪之有？难道倒卖国家文物不算犯罪吗？好，我答应。可是我有个条件。国华，调何永生出来查案这个想法，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呢。这一，你是否能掌控得了何永生这个人？这其二呢，何永生的介入，是否能使这案情有实质性的进展？局长，您当我的领导也这么多年了，您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太冲动的人。我之所以提这样的建议，我也经过认真考虑的。其实破获千手观音案真的需要一个古董方面的专家，而且也需要一个在古玩地下市场混得游刃有余的人。我认为何永生就是两者兼而有之。可是他这局长，我知道您担心什么，您放心好了。尽管说何永生是我过去在部队的老队长，可是在法律面前，我绝对不会偏袒和包庇任何一个人。国队，这是我搞到姚菊德和李宏伟的照片。嗯，大家认一下啊。干得不错啊，小贝，继续努力。这俩我都认识。哎，他们已经下班了，我进去一下，搞点有实质性的证据好吗？现在的情况不准你乱来，你必须服从命令。好吧，你去吧。国队。刘鹏，跟他一起去，啊，机灵点啊，打好掩护。是。等等，千万别打草惊蛇，去吧。好。
喂，老李啊，我的钱已经准备好了，啊，你把东西给我，我先付你一半价钱。好，你说个时间。好，嗯，拜拜。这个红外线眼镜怎么没扔掉了？笨蛋！外面有人，去看看。回再有功劳，咱可不能光吃这炸酱面啊。那咱好了吃吧。哎，有炸酱面就不错了啊。现在是炸酱面，我妈那儿打着卤呢。谁要想吃炸卤面，等会儿啊。哎，妈，您别动了，甭管我呢。你们吃完了还得工作去。哎，我说，给我留点。哎，有你的，着什么急呀？哎，我说今天陆鹏表现得不错啊，又勇敢又机灵。啊，还真是。要不是你这声东击西啊，还很难取到这个物证。这么着吧，口头表扬三分钟啊！三分钟，三分钟太夸张了吧？两分钟足以。三分钟快抬举你了。哎，我跟你说，我这次还真得感谢那何永生，是他赐给我这次临危不惧的机会。嗯，那时我就这么想，我不能这么就牺牲了，我这还没交女朋友呢，我。行了，你别臭贫了。哎，话归正传啊。咱们现在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嗯，根据咱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千手观音盗窃案不难推断是李宏伟和姚巨德两个人一手策划和完成的。嗯，那而后他们又杀人灭口，那谁杀的呢？咱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金钱交易，咱们也不知道。嗯，他们要把千手观音卖给谁，咱们也不得其知，对吧？他们的交易时间、地点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拟定几个方案，首先蹲点跟踪，好，严密监控啊，把他们两个人的行踪监视在咱们的监视范围之内。嗯，再一个呢，申请搜查令。不要跟得太紧，以免被对方发现。喂，我是李总。老李啊，我的钱早就准备好了，怎么回事？你怎么还不过来啊？第二小队，严密监视大厦里的各色人等，不要有所遗漏。不行，计划有变。啊？这怎么会呢？我发现我们被警察盯上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啊？看把你给吓的，就这么大点胆儿。不过，你可要记好了。千万不能留现金，你要以公司业务转账支票的形式将那笔钱
转到我上次害的账户上。老李啊，我觉得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都愉快。我不会骗你的，嗯，小心眼儿。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一把那批货运到我公司了，就在保险柜里。我保险柜的密码是零。好，好，就按你说的，我马上把钱打过去。现场侦破情况和医生诊断书。李宏伟被打傻了，这怎么可能呢？医生说，他确实是头部骨折，而且带有严重的脑震荡。而且医生还说，这种情况如果受到惊吓的话，很容易造成痴呆症或者是精神失常。像李宏伟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痴呆症。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搜查。不行，千万不能盲目行动。二小队全体注意了，立即收队。这是海关部门在一个可疑的人所携带的物品中查获的。这个千手观音是个赝品。你能确定？赝品怎么可能呢？这个观音制作精美，巧若天成啊。可是它不是我们找的那尊，那尊是北魏时期最为古老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技巧最好的一尊，那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我国古代佛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物件。而这一尊制作非常考究啊，包金也很纯正，但你仔细观察一下，在手臂的制作上，很容易发现先进的技法，而就是这种技法暴露他的身份。在北魏时期，工艺制作的技术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准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就不难分清它的真假。得，又白高兴一场了。报告部队，这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他并不认识那个女的，这是那个女人的电脑画像。马上通知所有的人，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带货的女人。不要再往前走了，背靠着我坐下。小姐，请问你点点什么？一会儿再说吧。好的。
又晚了一步。姑娘，你谈谈当时的情景，你看到的是什么？我记得他是一个人来的，也没和谁接触，挺奇怪的，也没点东西吃，坐一会儿就走了。哦，那今天吃饭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可疑的人还有吗？当时我挺忙的，也没注意，什么都没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明显的是在等什么人。大力，到查一查死者的电话，看看最后几通是跟谁打的。哎，我觉得没用，既然凶手把他约来，能留电话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还是以防万一，去吧。啊，是。啊，对了，姑娘，他今天坐在哪儿啊？就在那边。哎，在他周围一定还有其他的客人吧？你有没有印象都有些什么人？他身后好像坐了一个人，男的女的？应该是个女的吧，长头发。哎，长头发的多了。哦，你记着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好，谢谢你啊，想起什么情况再及时跟我们联系。嗯，好的，不客气。好，郭队，我去方便一下啊。我明白了，回来了。小贝，去王队那儿，是把所有的口供给拿过来。好。对。啊，这个死去的女人近期打过的所有的电话我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倒怀疑这事儿跟姚举德有关。李宏伟在医院里神志不清，姚举德如果要在这个时候还没得到观音的话，他肯定会有所行动。可是他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会不会？对啊，他是在投石问路，找不找到那个女人并不重要。我认为，要想从根源抓起的话，首先要盯住姚巨德。你说的有道理，陆鹏，你们两个一起再去找找姚巨德的线索。这儿规定所录的袋子一般保存3到4天，所以应该还在，但这儿只有43、44、45不见了。哎，对了，昨天有一个人说是你们队上的，然后他来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看了看袋子，不会是他拿走了吧？大力，你赶紧去查一下，查一下何永生近3个月的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跟他过往密切的人。对，顺藤摸瓜啊，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报告，明白吗？好，我还在酒店这边。苗苗，叔叔来晚了。叔叔，我爸爸呢？他怎么老不来看我？你爸爸？啊，你爸爸他忙工作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来看你了。哎，这个盲人小女孩就是何永生的女儿？对啊。苗苗，叔叔带你去吃麦当劳好不好啊？哎，那长头发男的是谁啊？啊，这个就是国队让我们调查何永生的原因。
我看呐，这个长头发男人，就是高欣然死前见过的人。等一下，警察，跟我们走一趟。苗苗，叔叔有事要办，你回去，在教室里等着我啊。他们是不是警察？他们会不会来抓你？小朋友，别害怕，我们是爸爸的好朋友，我们找叔叔是要叔叔帮忙的。叔叔送你回去吧，好吗？我自己能行。你叫什么呀？都叫我老安。老安，高欣然死之前，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呀？我让他尽快离开这个城市。高欣然是你杀的吧？谁指使的？不是我杀的，别的我不能说。你怕你有危险是吧？可是你不说，照样会有危险。你就不怕别人像对付高欣然一样对付你吗？我想他不会杀我，因为我不会出卖他。他对我有恩。谁不会杀？能不能给我支烟？别人可以对不起我，但我不可以对不起别人。就像我答应老何，他进去，我照顾他的女儿一样。我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人，身上的黑点太多了。哦，对了，今天苗苗的事儿，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干什么啊！你早就知道高欣然跟老安有所接触，老安是个长发男人，可你偏偏把我们引向歧途，让我们找跟高欣然接触的一个什么长发女人，然后又用姚旭德来搪塞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是早告诉我们有老安这个人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他监控或者保护起来，老安今天也不会死。我万万没想到老安他会牵扯进来，我最害怕的是老安会出事，是因为你女儿是吧？你有困难，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这些老战友、老朋友开口呢？我们可以帮你啊！你谁都不信，何永生，我真没想到时隔多年，你变成这样。国华，我现在理解到生活如此的艰难。好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有的事情我无法改变，就好比说老安还有我的女儿的眼睛，我能怎么办呢？按理说原来苗苗的眼睛可以治好的，只是需要移植手术，还有合适的角膜，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大笔钱。老安，他是我这几年结交最重情义的人，他不但照顾我的女儿，还为我一直筹了这笔钱。可是他现在不在了，他死了，我也听不着。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跟我们合作。好，大家请吧。这是两居室。嗯。那是卧室，那是卧室。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安大哥有一个习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他都愿意录下来，看能不能找到磁带什么的。哎，这样，咱们大家分头找，看能不能把磁带找到。对，是，行，对，留下。谢谢你，你安息吧。大力，找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把我们的事儿给捅。喂，是我。我们发现姚举德有了动静。好，你盯住姚举德，我带人马上就到。走。老板，警察追上来了，怎么办？不停！他妈的，站住！快，别让他跑了！快点！老板，前面都有警察，怎么办？冲去！别动 ！Let's go！ 不要！啊，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些事儿都是李宏伟指使干的。后来，高欣然和老安被杀了，也和我无关。哦，对了，李宏伟手下有个贴身保镖，叫大头，就是他下的手。你怎么见得是他呢？嗯，什么？这个牵手冠军也是假的？这也是假的？坐下，干嘛劝你？李红啊，这王八蛋，这骗我！这是根据姚巨德的口供画的大头的画像。抛开案子不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我接到了通知，说是你的案子马上就要结案了，你也许要在监狱里待上一段时间。你说什么？这牵手观音的案子不是还没了结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答应过，我一定陪着她过。哎，大力，你干嘛去？我到门口买包烟去。咱们待会儿还和国队一块儿出去呢，你站着抽我的得了。哎，算了算了，我马上就回来，你放心。啊，那你快点啊！哎，
车。苗苗，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好好的许个愿吧。爸爸早就说过，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一定陪你过。我今天来了，你高兴吗？高兴，当然高兴。你多吃点，吃吧。爸爸，你怎么不吃啊？你先吃，我抽个烟。爸爸，我来帮你点烟。红红的，这贺医生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他有没有提出要不要自己聘请一个辩护律师啊？没有。贺永生这个人呢，真是难以琢磨呀，非常时期，非常处理，利用贺医生出来协助破案工作，这也是迫不得已呀。国华，报案中你可是要谨慎小心呐，一切行动既要有利于破案，同时还不能节外生枝，要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您放心吧，我明白。请讲。不对，不好了，贺医生他跑了。你说什么？何永生作为犯罪嫌疑人，参与协助侦破千手观音案，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形势所迫。但他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走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就变得复杂了。且不说呢，在法院开庭判决之前的逃走本身就意味着对法律权威的挑战，最严重的是他对我们整个侦破过程和动向十分的了解，他这一出去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很被动，简直是难以理解。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我。哎，你先别说，先别忙着做自我检讨，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个人觉得呀，这是在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们刑警队办案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甚至是有意无意的。啊，怎么说呢，那我就直说了。我听说国华同何永生曾经是部队的战友关系，对吧？是啊。当然啊，我只是就事论事，对你个人没什么，请你原谅。没关系。局长，何永生逃走了，局里想怎么处理我怎么处理我。来来来，来吃。Thank you.
你们这一天没吃东西还不饿呀？吃点过的。你吃吧。喂，哪位？是我。你知道我会给你打电话是吗？给女儿过完生日了是吧？去了，过了。你在哪儿啊？我马上回队，所有的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会当面当着局长的面解释一切的。贺永生是吧？哥们儿，错了吧？哎，跟你说话呢。我说去火车站，你这是往哪开呢？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信不信我整死你？何永胜，你想怎么样？你给我把车停下，快点，我听着。何永胜，你给我听着。何永胜，你快停车。何永胜。我跟你拼了！站住！查清楚了，香港拍卖行确实有一宗跟咱们手里一模一样的牵手观音。还没有大头的下落吗？还没有，不过我不相信大头会干出这种事来。他妈的，你懂什么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还讲什么义气？老板。我倒听说有一个文物鉴定的高手，他现在正处在危难之中，我想他可能能帮咱们鉴定一下咱们手里的东西。你说的可是被警察通缉那个叫何永生？正是。不过这会儿找他，我想他要价可能会很高。立即跟他联系，答应他的价钱。这是一个追寻器，你把它放在你身上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有了它，我们就知道你准确的方位。小心点啊！
哎，你好。哎，你好，侯爷。为了安全起见，请让我检查一下，麻烦您站起来。什么东西？回来了，酒精拿出来。手机，手机。何先生，这么新潮的手机，我先帮您关上，等一会儿检查完之后，我再还给您。得嘞，没问题。何先生，到。台江，这边。大哥来了。何先生，你可以把眼罩摘下来了。哎，不对，你看，这个亮点不动了。马上通知第一小队，到这个位置布控。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慌什么？老大，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追踪器，一定是你把警察给引上来的。观音不见了，何永生、李宏伟不知去向。正，我俩跑。何永生，你有种的你出来！还能躲到什么时候？你跟我过不去，你怪我不客气。何永生，我非杀了你不可。没办法，老天爷他不让我死。嗯，你站住！姓李的，我劝你把枪放下，你回头看看。你别动！李宏伟，你马上放下国宝，立即投降！放屁！你哄孩子呢？老子要是投降了，是要挨枪子，还有什么好下场？姓李的，我最后再劝你一句，把枪放下。你屁话！你糊弄小孩呢你？国队，狙击手已经就位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是。李宏伟，你已经被包围了，请你理智清醒一点，立即投降。我今天就是搭上这条命，也绝不放过你。啊！你个人有什么原因？关键时刻擅离岗位，就是军人的耻辱，我就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是因为你还有救。军人的生命是什么？啊？
是原则，是纪律，是荣誉。郭队，郭队，这是在何永生身上找到的。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为什么有一千只手？是因为世界上受苦的人和有罪的人太多了，观音想帮助每一个人。南无释迦利多，毗摩婆。